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看来抓到谁的屁股。那个钳子是哪种？这个是不是我们吃的那个？正，立正。这不是国道呀，太奇怪了吧！一直转这个。我跟你讲，倒下来打屁股好了，倒下来。再一次。是啊。投进，你要用宝贝球投吗？哇，投进啊！好，等一下买一个屁股给你吃啊。这张是小葵贴纸。有投进吗？有。看我。你要荡秋千荡很高吗？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再做开始。好。哇，万象宙斯对上，那个是谁？不是啊，你坐上去就这样骑，对，这样骑才对。